才那么花心，是我们都有同那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就是他很喜欢抓着我的为止，很少赚钱，基本上赚他钱一直。他的袜子可十年不洗，十年不洗，哪有十年？你们讲不错。勾选好朋友。OK， 勾选的好朋友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去见好久没有见的好朋友。对，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了耶，他还记得我吗？他今天带着男朋友来见我们呢。嗨，很久没有见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先自我介绍。阿九，大陆哥你好，大陆哥你好。我是 Catherine 凯欣。很久没有见，好久没见。来，请坐。怎么样？所以目前已经是有被问到，就是麻木了吗？有没有觉得哇？要回答几次啊？拜托。羞羞。真的假的？可是当时候应该有预想得到嘛，就是官宣过后肯定会有一窝蜂的状态。是。我们不想官宣的理由就是这个。有想过不要官宣吗？就是官不官宣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啊，因为我们就是恋爱照谈。对，工作上做。是。不如我们还是会聊一下，因为我们也很八卦嘛。因为当时会看到，喂，就喂，哇，幸福哎，这样子，所以想问一下，当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开始的？刷到电的。哎，你明白什么是刷到电？刷到电。就是有被电到。被电到。对。当时啊，应该说厚脸皮吧。你喜欢他的厚脸皮？是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就是还是有联系，就是我们就有再见面，见面了之后，可是没多久他就回台湾。对，但回台湾的那两个月里面呢，我们就是还是有保持手机的，他就是会很常信息我啊，聊天啊，分享我们的生活日常啊。然后到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觉得。所以要等我啊。对，你会说那种很肉麻的话吗？就是暧昧的内容，好想你了，不会，不会吗？不会。那大陆哥可以分享一下如何拿捏那个尺度，既要保持暧昧，但又不要太过的肉麻的。是。当时的内容是怎么样？因为当时我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。排斥是还暂时不想要谈恋爱，因为在节目里面的时候就感觉得到自己心其实还没有被打开。对，所以看起来那么花心。对，他看起来很花心。是我们都有同那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又帅哥，又有花到，你哪有那么花到？结果你是怎么一步一步打开他的心？就是要时间证明。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吗？死缠烂打。对，就是回来之后，他就直接认定，哎，你就是我女朋友了。对，就很主动的方式。对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周以吸引你的部分，算是一见钟情吗？也不是，不是。OK，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，被他刷到了？突然间觉得，哇，这女生好有魅力哦。就一开始是看她很可爱，很傻。傻，很惹人疼呐。OK， 疼惜，然后就会对想保护她，然后。照顾好他，然后发现他其实很聪明，然后又很懂事，就真的发现哇，她是很有魅力的女人。这样。所以你们有一个告白仪式吗？就是蔡卓宜，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？有这种仪式吗？有吧。就是我们他回来了嘛，然后过后就是可能还是会讲啊，要不要看电影啊，要不要吃饭啊，然后过后去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就会问，那我们两个现在算不算在一起的？在一起了吧？我讲算吧。因为你还没有告白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当时候这样想。对，其实我们应该是迪斯尼在一起，我们是在餐厅那里看的烟花。对，我们在餐厅。哇，好浪漫哦。对，他约了，他订了一个就是可以看得到那个烟花的餐厅，然后就在看烟花的时候问。对。哇，会听不到吗？就啪啪啪，请问你可以抽烟吗？什么？然后直接就默认了这样子。对你来说应该是很感动吧？很浪漫啊，那个照片。当时就想，其实我确实也有一点行动，然后就好吧，那就试试看在一起。可是怎么从他感觉像渣，改观，就要一步一步慢慢做。因为你想看，在那两个月里面，就是我们是完全没有见面的，但他很坚持的，就是每天信息我觉得这样也不能。
说他不是渣男，可能他对每个女生都这样。他同时间就是喂撒网了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，也需要信任。就是我们在这两年里面，他确实对我很好。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关于感情之最的一个环节了。因为毕竟就是也算是接近两年嘛，所以基本的默契跟了解应该也有吧。最是什么？就是对，我也在，这个默契还是有的，我们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Okay, 没关系，最有默契的瞬间就是跟最有关的一些问题。请问他对你做过最暖心的事？最暖心的事是他陪我回来过年啊。哦，对，是吧？对呀，对呀，这真的还蛮暖心。家人没有反对吗？没有反对。过年吗？对，我们家比较放养。OK， 那你的呢？就是他对你做最暖心的事。最暖心就是他每天很照顾我，把我当家人。比如说在上海，我们自己定居在上海啊，弄设计啊，租房、煮饭啊，然后就是就要有家的生活状态。我觉得这是这些别的女人不能给你吗？哦。你给的比较不一样，他就只想只给你给啊，对对对对对 ，OK。那他做过让你最接受不到的事情是什么？水瓶不盖啊，哦，喝完过后水瓶不盖，他，对对对，我，哦你，哦，你会骂他吗？我说过很多次，我再也不放心。那你觉得他做过最傻眼的事情？感觉他怕回答这个问题。真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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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认真认真，没有是啊？求生欲，求生欲，家庭地位，说不出口，没有没有吗？没有，基本上没有接受不到的事情吗？就没有，对啊。OK， 如果接受不了，其实就聊一聊就没有。全部都能接受？全部都能接受吗？因为我们那种都是小毛病，就是不会是像例如呢，像我的这种盖瓶盖是我已经。就是他讲了十遍，我都 okay, 啊我又忘了，我也自己没意识这种。哦，哇，这个袜子很夸张。什么事？他觉得他脚永远是香的。哦，他的袜子跟十年不洗。十年不洗？哪有十年？你们认识两年，然后发现他十年没有洗。好夸张！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一起之后才发现的吗？就是住一起之后才发现。哎，袜子原来可以重复穿的。哎，一天两天，哎，同一件耶，同一双啊。哎，宝贝，要不要拿新袜子？不用，我要解释。我的脚不臭。我要解释解释。来，首先，因为我从来不流脚汗。然后你摸我的手，干的很夸张，你看你手都是湿的，摸一下。我不好了，不方便了，我。你看到这个就是，对，你看就是非常的干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袜子是不会臭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为了节省水，我就可以节省水，你都说得出来，拜托，我的天，我可以晚一点再洗。你有去挑战过吗？对啊，我每次我想你秀啊，真的没有味道。是没什么味道，但是不洗太夸张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不要换一双袜子，好，不想再听我们。OK， 来换话题，来来。你们私下怎么称呼对方？太多称呼了，经常用的，老公公啊，傻蛋啊，傻子啊，小猴子啊，很多啊，就随便乱取，我都随便。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他是小猴子？叫不回的时候，叫不回来的时候，跑走了。难怪我们看到的新闻都是他们牵手牵紧紧的。对，牵紧紧，一直放就跑，锁着他，锁着他不给他走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就是哦，不为人知，他很喜欢抓着我的围指，对，围指，他很喜欢这样，我他觉得安全感。对，所以我走路的时候其实都是这样子牵着手的，会让不是很少这样牵，基本上就让他牵一只。而且就是围指通常用来做什么，你懂吗？就抠鼻孔，然后牵着牵着都这么一颗东西，哈哈鼻孔要自己的，知道了。那你呢？你呢？有吗？什么小他有什么小举动？你觉得很不为人知跟很可爱的？在想有什么可以说的吗？时间快到了他们在转圈呢，慢慢想。不为人知，感觉他非常赤裸裸，大家都知道。哦，不行，等一下，说一个啊，说一个。
个超级黏人。哦，嗯，超级黏人，啊，到什么程度？就我其实蛮在乎他的，那反应啊、情绪啊，就会一直盯着你的另一半，哦，对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他最生气，然后不喜欢的事情。可太多了，我什么事都生气的。你说他做什么事情你都生气？我做什么事情，哎，他做什么事我都会生气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就是想生气就跟能生气啊，女人不就这样吗？对，那是情绪吗？心疼一下他十秒。可是把最真实的那个情绪就展露在他面前了。对。那你呢？你呢？又不敢说吗？没有不喜欢的事。就我都把我自己说出来了。下一题，你们最想陪对方完成的事？我们这次来马来西亚，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了。还有什么是沟通过的，然后还没有完成的？蹦极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哦，一起去蹦极，OK， 再一起跳下去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应该是把那个平时不敢对他发泄的事情，直接耶，吃过来唱了。我其实是不想的，他有这个想法。再见了，把方平时生气我了。你下去吧，你先下去吧。好，生气了。没有啦，我下去了。他是他想陪你玩。对，因为我一直跟他讲说，因为我很喜欢玩，这是他很想要做的事。然后我一直想要跟你一起完成这件。还有家里画画啊。哦，对，有一面墙是外墙，墙的房子外观想要给他亲手涂鸦。创造我们的房子，哇，好浪漫哦！创造房子，好浪漫。对。那，啊，通常比较正规的访问的话 ，ending 都是啊，那 update 一下你们即将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吧。我想要 ending 有不一样，就是我看你想的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到底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就是互相盖着彼此的这个耳朵，就是轮流啦，然后对对方说平时还没有机会说的话，比如说你可以盖着耳朵说，不要再随便发我的脾气，之类的都可以，就很感性的那种谢谢之类的吧。之类的也是不会啊，这些不会很难说出口啊。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对不起。我其实已经想到他会说什么了。真的？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啊，OK。真的这么了解？OK。好，来，我看一下对不对哦。也爱老公公一辈子，不要那么皮。是吗？有吗？你说什么？一模一样啊！什么？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皮吗？真的，一模一样哎！我好了解他，我已经知道他会说什么了。但你猜到他要讲什么？那你猜到吗？对啊，我猜不到，因为他其实所有事情他都会直接告诉我，因为我们情绪是很直接沟通，很直球的。来，那算了，他直接讲吧，不浪费时间啊。我没有很皮，听不到吗？回去看，我没听到，他在摇，我根本听不到。不管怎么样，就希望你们就接下来可以继续走花路，然后甜甜蜜蜜。谢谢，新年快乐，多点回来马来西亚。谢谢，拜拜。